两只鲑鱼。请问你喜欢三星什么？来 ，Miki， 你喜欢大神的什么？我要跟爱神讲谢谢，他送我上去，上去，刚刚上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早安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三天在泰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造型。蓝色的，因为我们要去海洋公园。然后我们已经迟大到了，他们已经在等我们15-20分钟了。现在我们就去看他们的反应。Hello， 刘琳。Hello。Hello。不好意思哦，刘琳达达，我们迟到了。啊？好，请吃，请吃。来到了像 Paragon， 这两对情侣呢也在那边 vlog 着自己的影片。哇，然后你看这对也在那边死命晒恩爱，哎，这个也在这边晒恩爱之后，你看抱几紧，好抱吗？要，我可以抱你吗？来了，抱。哎呦，啊，哇。你看 Miki 的表情，他吃醋啊！你看起我伤心了一下。我抱你的男朋友聊天吗？少掉少掉。我订了一天没有人订的。这个是我们昨天买的 sticker， 现在可以拿来送人哦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哪里买的？来 ，Miki， 你喜欢大神的什么？嗯，我就想知道哎。讲优点没有什么难讲的吗？这个很难讲啊。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什么？讲出大神的三个优点。哇，这么像这样唱。OK， 看。很贴心。贴心。大神会贴心。大神会贴心的，原来。看不出哎。看不出哎，最喜欢的人哎。很会照顾我咯，跟贴心一样不是？嗯，没有了。奇迹没有。但是想不到，但是想不到，帅，两帅又不是帅哦。也对。所以不是幽默，幽默，幽默。也对。幽默就很屁孩哦。OK。OK， 但是我喜欢他的幽默。OK， 笑声，笑声。哦，笑声。棒。来来来，那我。啊，请问你喜欢三星什么？哇，太多了哎，有很多个讲不完哎。三个？一百个里面选出三个，好难哦。讲三个，你现在想到了三个。有上进心。因为他叫上进，所以你觉得有上进心。就算他不叫上进，他也是很有上进心。嗯 ，OK。很多，他很听话，然后他很乖。就是听话哥哥是一样的。没有，你讲有上进心，都长得上进，都喜欢跟你一起上进，就三个了啊。就是你的 caption。很谦虚，谦虚，他不会讲很拽，他就是很可爱很乖。你看他这个眼神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 baby 来了。OK OK OK。BB。OK， 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啊，他没有啊，对，没有脾气啊。生气过，他没有生气过，他可以忍哦。因为他疼你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一间甜品店，外面很多人，他叫做 After You 的。然后呢，吃之前呢。这个 Melody 他去买了自己的甜品来吃，超好吃的，就是 After You 隔壁的这个 Bourbon， 超好吃，好吃就是 Caramel 味的，很好吃的。这个是很漂亮的甜品，这个是冷冰冰的，这个也是冰冰的，你看，好吃的感觉。啊！这样吃。你也会讲很好吃啊。看他这一些，如果你们出来不能进了 ，Thank you。
有人在喂鱼。现在我们船到这样子，因为等下我们要进去那个划船的地方。听说那个船是玻璃船哦，可以看下去。哎，它不是划船哎，它是抓船哎。你看，它有一个工作人员一直在那边抓船，它的右臂应该会很强壮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是划一圈就结束了，有一种好坑的感觉。这里有一个玻璃在这边，所以可以这样子看下去。下面有一个隧道，这位小姐慢慢把我们拉回来了，转了一圈，有没有一种被坑的感觉？阿森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有毒的青蛙，会很毒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抓这种青蛙来 prank 人？不要，这个是 blind cave fish， 你看它的鱼没有眼睛的，嗯，没有眼睛也真的。我在怀疑这个哦，它是不是真的拿一个玩具放在那边？因为你看它一动也不动了，都不懂是真还是假的。是一个标本啊？是标本吗？这里有一个冰色的粉红色的蛇，粉红公主蛇，好可爱。秋文喜欢这种蛇。粉红色你就喜欢就对了。我们坐在这边一起看电影，好配合。终于走完了，耶、yeah ！跟这群人在一起进来，真的只是狂拍照罢了。我们是越来越硬了。恭喜你得到鲨鱼一枚！哇，你是怎样顾你的身材呢？你吃到这样油，然后你又没有肥。I see。一个星期运动几次？两次。一次几久？健康，所以大家也要运动哦，才不会肥哦，才会像柳林这样苗条哦。我们终于要到了拜神像的地方，所以首先我们来这里买花。还有不同的 package， 看你要什么 package。哎，达达，你喺度饮乜茶啊？达达 ，tea center， tea center， 哇，看，给秋文宝宝在路上看到这种东西，他就把持不住啊，完蛋了，给他看到更多 melody 啊，他在这边犹豫着，他打算全部都买下来啊，所以最后他决定了买一条 melody 的毛巾。看，大队已经越走越远了，这个还在依依不舍在这边看。看 melody， 你以为你是小孩子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在里面买了蛮多东西吃的，是直接想要吃到饱那一种。嗨，哎，巧遇，巧遇柳林，巧遇达达。有蟹肉炒饭，有 cheese， 还有杯面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这个是传说中很好吃的哦，好吃吗？它味道没有很重啊，但是是不错吃的。都不错，不会难吃，也不会很难吃。哇，这个好像看你一直买哦，这个。其实我还买了这个 Rilakkuma，
买给大勇的女朋友 Nikki 了，因为她很喜欢这个卡通，可这个很可爱，她可以弹着地珠去后面的这个小篮球框。这里是按摩店哦，我们来按摩。你按摩一个小时200。你很像这边店长的。你没有按摩啊，达达？为什么你？他回去给你按。脚怕痒。啊，你脚怕痒？咬住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咬住你的牙根。咬住你的牙根。我们包完这边，这整排都是我们做到完的。其实我有一点怕痒哎，本来我想跟达达一起回去。没有，我们也是第一咬紧牙关，咬紧牙根，哇痒！咬完这个，他拿个刷子刷你的脚底的时候就是痒。美努尔这个墙啊，突然间他们开了上面这把灯，我们看过去那边的窗帘，再看过去那一边的设施，有一点像阿妈家的 feel 哎，有吗？有没有像阿妈家的 feel？看我的秋文宝宝爱美，去涂指甲油，现在他不能穿鞋，不然他的指甲油会粘在鞋上面。所以呢，你等一下背我了。今晚是最后一晚了，明天我们可能随便逛逛几个地方，晚上就要去机场啦。那么今晚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睡。所以现在要退房啦，我们吃个东西逛一逛，今晚就要回 KL 了。早安哦，五安了，早安变五安去了。他们是为了挑战而去，不是为了真正的。来了。哇 ！JD 跟嘉乐，来，你们也要为了真爱。我们来到了这间不能叫魔名的，我看到这个布置我就觉得这间店应该不错吃了。哇，还有这样子的东西，看起来这间店应该真的是不错吃了。哇，哎，这里的摆设真的看起来应该真的是不错吃了。哇，还有这种制服啊，所以一定是不错吃啊。哎，不好意思迟到了，李佳元，你好，很开心见到你。卡有一家的泰国煎也有，不过它的叶子没有这样厚，这个叶子很厚，也是好吃。我哋咁样食嘅，我夹一嚿，跟住佢揿落去，揿碎佢，跟住同啲饭融埋一齐，跟住再攞少少汁再点落去，咁样一啖食咧就俾你攰。这条鱼本来没有很贵的，给网上吃到很贵去，听他们讲啊，没有辣椒，放心。拜拜 Superstar， 拜拜。我们终于到了爱神的地方了。爱神喜欢红色的花。爱神喜欢喝甜甜的水。我们现在要去买红色的花、甜甜的水和红色的蜡烛。我要跟爱神讲谢谢，他送我上去。我们一起，因为我跟爱神讲要带我男朋友过来，跟爱神讲谢谢，如果男朋友的话，来吧。怎样拜？拜这个纸，你要讲这个花先。南无达山帕克瓦东阿拉哈东萨玛萨普大山。太甜了，甜到有蜜蜂粘着它，你看它都不知道有一只蜜蜂在后面粘着它，它不是卡着，它是真的在那边找东西。不过这个影片上好过后，刘云才知道原来有一只蜜蜂一直缠着它，他们都来求永恒的爱。现在刘云他们要做一个高难度亲密动作，看做得到吗？不能
这样子会比较好。他还没有力啊，快点啦！来了来了，上镜表演了。整个手不是不是整啊？啊，对，这样这样。对呀对呀对呀。啊。上去，刚刚上。然后你的你的啊，对对，你的身体里面。我离他很远。我打，我打。亲。这个嘴。上镜会重吗？很轻。很轻。不会。哇，很多人都误会，很像在求婚一样。你看，好多人看着他们，以为是在求婚，以为是在求婚，以为是在求婚。为了拍照吧，其实不是求婚。你看，几厉害，让人误会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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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嫁给他OK。对，好了，大神，我们走先啦。拜拜，刘琳。我跟秋恩先回啦，拜拜，下次再约，嗯哇。所以好啦，我们都已经坐在这边等着飞机了。那么这一次的泰国之旅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按我们头上这边订阅我们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！记得放我的订阅在这里哦，我要冲去40000，已经30多000了，大家请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